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民主练习曲解严三十特别报道，我是张志雄。在戒严时期，有许多民众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，冒着违反戒严法的风险站上街头，勇敢争取环境人权。他们用坚持冲破戒严体制，突破政治的禁忌，为了生存和理想抗争。而这一场又一场的环境运动成为推动台湾民主化的助力。从戒严到今天，三十年来台湾的环境运动如何转变，又如何翻转政策，创造社会新价值。入港的反对部分应该是说入港人在行使环境权，我希望入港人应该尊重入港的利益，因为入港的利益已经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沉船案件，我们要有民族的尊严，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人权。刚听到江天祥声明，第四队长用31年前反杜邦声明，我刚听到江天祥声明帮忙，一切平安顺利，成功圆满，让大家较了解环保的代志。谢谢天祥声明。啊，伫民国74年12月24日，啊，这联合报来讲，美国杜邦公司要来江滨工业区设厂生产二氧化碳。咱鹿港番是古迹，啊，咱都很久了。咱大家鹿港人，大家爱鹿港的这个文化，哦，啊，这么来一定会伤害到，造成恐慌的阴影笼罩在这鹿港的这天顶啊哩。写一寡文章啦，像写白报条，哎，这哎秘密行动，所以拢在厝内改造啊哩。啊！迄中间，我就开始行出来过路人数，16500个人数，一本翻大本。啊，去遐就摕迄本去互总统。台湾在戒严令的威权管制之下，长期禁止民众集会游行。但是在1986年12月，总统府前第一次出现陈情的队伍，300多位彰化鹿港居民。为了拒绝美国杜邦公司进驻小镇旁边的工业区，勇敢地站上了第一线。用白卡过来，过来控制住啊！这种案例，一人提一张，爱旗啊，国旗甲会旗，拢压起来了啊！哦，啊，宪兵，总统府头前的。摆一摆，啊，步枪，3连步枪吼，捧起来了。用这是国防要塞队，聚众结群，格杀无论。你现在来，咱这就袂当徛起咯，啊，袂当徛起，要倒去，袂适应啊。啊，你咪死，啊，你咪死，你甲伊拼一下，啊，咱理直气壮啊。为什么杜邦公司还没有到彰化设厂，鹿港居民就群起反对呢？各地反公害民众相互声援，彼此打气。经过450多天的努力，迫使李长荣化工迁厂，而化学工业潜藏的高污染风险，已经成为其他居民的警惕。于是鹿港人不惜冒险，一再冲撞戒严体制的禁忌。我们这边第一组的那个购买房嘛，啊，那是偏向老高啊，
三个吹八，我刚马上要头前遐啊，请一寡教授来演讲。演讲出来时悠闲，啊，甲庙人借一大股做建筑，啊，一台车啊送人，应该如何？这些欧巴桑、欧姨桑，然后带这个院一字排开，所以这个运动就是要动员在地的人动员，然后越多的人动员出来，然后呢引起媒体注意，而且诉求正当。民进运动可能是对台湾的民主最有直接的冲击跟贡献，因为它是在地，它是有受害者，它又产生了对社会民众开始有正当的理由去质疑政府，从地方政府到产业到企业到中央政府开始质疑，因为民主就要从质疑开始。在戒严体制之下，许多重大政策是由少数掌权者所决定，鹿港反杜邦运动成为冲撞威权决策的成功案例。环境永续是一场未尽之战。是不能遗忘，时间是最好的检验。三十年来，政党轮替，世代交替，从冲撞、对话到寻找出路，许多倡议者始终坚持走在社会改革这条路上，继续为了台湾的土地、台湾的民主努力着。民主练习曲戒严三十，总共三集的特别报道，今天全部播映完毕。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，请到公视网站观看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